呢，主要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开刀房护理师的部分啊。那开刀房护理师主要就是有分两个，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人家讲刷手护理师跟流动护理师。那刷手的护理师呢，你会听到英文的话会讲 scrub nurse， 那流动的话呢 circulating nurse 或是 circulator。我觉得刷手跟，因为我个人是之前在林口长庚有在那边选习过，在开刀房选习，那时候好像是两个多月，对，然后我是主要是负责神外跟那个 ENT 耳鼻喉科。那我刷手跟流动呢，我都有训练过，那主要是 focus 在刷手的部分。那我真的觉得哈，刷手护理师就是 respect。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开刀房，所以我也有曾经想过想要当那个 OR nurse。所以为什么要 respect 呢？是因为他们就是刷手，不仅仅或是流动，他们不仅仅是要记住就是每一个医师的习惯，然后还要维持无菌环境嘛，然后协助医生，就是譬如说递器械啦，然后流动的话，如果病人的状况变差了。然后他可能或者说临时要借什么包盘，然后他要非常的就是很能够随机应变，然后要记得说哦，这个情况下可能会用到什么包盘，然后都要借来。他就是流动是属于他在就是对外沟通，因为刷手跟医生都是无菌的状态，所以他们都在 table 上面，不可能就是说哦这样下来，然后把东西就是不可能这样子把手术衣啊，或是重新又在刷手，然后或者是又下台下 table 去做事什么的，就是不会，他们就是会尽量的维持那个无菌，就不会说来来去去这样子。好，那所以刷手的话，有时候我曾经遇到就是病人的状况很差，然后我不小心递错器械，那个医生就是跟我发脾气，但是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他是病人的状况，不好，所以他是着急病人的状况，而不是对我这个人啦，他就是对那个整个事情就是不开心，所以然后我又递错东西，他就很生气。然后带我的那个学姐呢，她也人很好，她就看到情况不对，她就叫我说，先坐下到旁边休息，然后她接手这样。所以真的是 respect， OK。 然后流动的话，她主要我刚刚讲说对外去沟通啊，所以他在开刀前他是负责去接病人的，然后跟病人就是对病人的名字啊，然后手术部位，然后看同意书有没有签的那些。那刷手就是当时就是在里面开始准备无菌环境，然后准备器械。在开刀房工作有没有他的优缺点呢？当然也是有的，不管在哪一科工作都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在开刀房工作，就我自己个人经验还有我看到的部分啊，那如果你们是在开刀房工作的呢，也是欢迎下面留言跟我分享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的优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不喜欢跟病人互动的啊，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考虑开刀房，但是在当刷手或是在当流动，你反而会跟很多譬如说医师啊或是医师助理，就是你不用跟病人沟通，但是你跟医生就是同事之间的沟通要很多，还有麻醉科护理师啊或是麻医啊。缺点呢，我觉得就是当刷手的话呢，你真的是要站很久，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我觉得体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然后当刷手的时候，你不见得想要上厕所就要去上，或者说你肚子很饿，但是没有人来可以接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就是饿着肚子，然后还是继续要站在那边，就是等协助医师开完刀什么的。刷手的部分还有就是，你可能因为一直要刷手嘛，要消毒啊什么的，所以皮肤啊手的部的，就是肌肤可能就会受伤的蛮厉害的这样。那在我们医院呢，现在上班的这个医院，我知道的是，因为所有的刷手跟流动都要去每一科去上，就是你可能今天会被发到 CVS， 你就要上 CVS 的刀。那如果今天呢是在那个骨科的话，你就要去骨科那边上刀。所以变成说你每一科你都要会嘛，或是妇产科 GYN 的。
所以他们的入职训练大概就是六到九个月的入职训练期间，我觉得真的是超长的。在 PACU 我的入职训练好像是一到两个月，就是看你的个人的就是成长进度，如果你都很顺的话可以提早 off orientation 嘛，那基本上都是一到两个月，但是在开药房是六到九个月的训练，我都觉得哇，如果训练完毕的话也是不容易耶，就是快一年的时间在 orientation，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等于你要每一颗的上刀的器械你都要很懂，然后包盘的名字啊，还有器械的名字你都要很懂，然后再来呢就是每一个医生的习惯你也要很懂，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再一次 again respect OK。 再来我知道的是在OR 上班的人员都会有一个 special bonus， 除了每一年的加薪的调动之外，他们有专门医院会拨一些小奖金给 OR 的人员，是有一些医院还有一些课程会提供给刚毕业的毕业生，然后想要进去 OR 上班的人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The Operating Room Training Program。 那这个 program 呢是要六个月的一个课程，就是专门给新毕业生然后没有任何 OR 经验的人。那如果你有 OR 经验的，不管是在台湾啊或是什么在美国你就不需要上到这个 program， 就是不用再花六个月的时间。那什么人可以进去 OR 上班呢？第一个，你一定要拥有 N-Class RN 的执照嘛。那第二个，他们就是比较偏向你是有 OR 经验的，不管你是在pre-op 术前或者是 PACU， 他们就是比较倾向就是你在这个领域有过经验的人，他们比较喜欢去用你。如果真的你都没有经验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被录用，只是就是你要做心理准备，就是你的 orientation 时间要非常的长。然后再来，人家说在 OR 上班一些缺点，可能就是你会比较遗失掉你的护理评估能力，但我觉得这个真的见仁见智耶，因为像我觉得刷手可能会有一点点啦，就是因为比较不会用到药物啊，因为药物就是麻醉科医生他们在掌控在用的嘛，那所以刷手的话可能就是真的 focus 在怎么样维持这个无菌环境，然后让那个医生开刀比较顺利，所以地器械什么这些东西都很顺。那流动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护理的技术在啦，只是可能药物部分真的会可能会稍微弱一点点，我没有说完全的遗失哦，就是可能会弱一点点，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它的一个优缺点啊，然后或者是它的 focus 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也不能直接就是说OR nurse 他们就是不懂得照顾病人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这样讲不公平。好，那再来呢是之前有学妹有问我说美国社会对护理师 RN 的看法，譬如说什么尊重、信不信任等等。我是不知道整个大社会啊，那我目前自己遇到的就是对，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护理师 RN 的话，他们都还蛮尊重的。然后信不信任这个是看个人，我如果是大方向来讲的话，基本上都还蛮信任我们的专业度的。但是我之前也有跟你们分享过，就是因为我看起来比他们就是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年纪小一点，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我是新毕业生，或者是觉得我经验不够，所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信任我。但是这是对于我就是我个人啊，那大众来讲的话是对于护理师这个工作还觉得我们很专业。我曾经有遇到就是我叫外卖然后我去 pick up， 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在哪里上班，因为他看到我穿那个制服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在那个我的医院，然后我是护理师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谢谢你这样，然后病人也就是会一直跟我们说谢谢你还愿意过来出来上班，然后谢谢你照顾我们这样。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对于 RN 的看法还是属于褒大于贬。好，再来是有人讲到想要了解药物的发音常见药，那我就先跟你们聊一下胃药部分好了。之前学妹在 Instagram 有 tag 我，就是讲
他在对外国病人喂教的时候啊，问他们说有没有吃胃药。那在胃药你可以讲 stomach medicines， 或者是你可以讲说are you taking any medicines for your GERD？ 那 GERD 是胃食道逆流，我们就直接讲 GERD， 你不要讲 GERD， 因为 GERD 是缩写，那念的话呢，你可以讲 GERD。或者是你可以讲 acid reflux， 就是胃酸逆流，就是 acid reflux。那你也可以讲一些 sign symptoms， 或是你要问他有没有那个恰声啊，灼热，心灼热 ，heartburn， 就是恰声的意思。然后或者是呢，有没有溃疡 ulcers？Ulcers 不是阿瑟哦，不是那个亚瑟小子 ，ulcer 是 ulcers， 或是 peptic ulcer， 胃溃疡，常见的胃药。那第一个呢，很常见的叫做 Protonix， 它是商品名，然后学名的话呢叫做 pantoprazole， 啊，另外一个呢叫做 omeprazole。第三个呢，一样就是也是学名叫做 esomeprazole 的商品名叫做 Nexium， 再来一个学名呢叫做 metoclopramide， 商品名叫做 Reglan， Reglan 是比较多人讲的 Reglan， 然后另外一个你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的，就是说在 CVS 就是over the counter 的 medicine 叫做 Tums， 就是 Tums 的它就是。如果你有病人觉得说 heartburn 的话，恰声的话，他们都会就是问你说可不可以要几颗 Tums 来吃。那 Tums 呢，因为它要嚼的，那嚼的可以咀嚼的药呢叫做 chewable， 就是可咀嚼的 chewable。好，再来有一个学妹有问我说呢，想要知道如果要求 off day 的话呢，要怎么去讲，怎么去要求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生活化的，然后很活的，没有说一定的规定说你一定要这样讲。那主要呢就是文法不要有错误就好了，所以我这边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参考一下。当然啦，你要安排你的 off day 的话，如果说你是年假的话，你可以先问说，这个单位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预约年假？你可以问说 ，When can we request yearly vacation？ When can we request yearly vacation？ 然后人家就会跟你讲说，哦，什么时候开始？但是不是说哦，今天一开放可以预约，每一个人都来抢哦？没有，因为就是要以年资来算，当然越资深的会先选嘛。以年资啊资历来算的话呢，那个英文叫做 by seniority，by seniority 就是以年资资历来计算。因为就是我刚刚讲，不可能说第一天开放大家都冲去嘛，一定是。比较资深的会先选，然后再来呢就是之前的这样。好，再来呢是如果你想要把你就是跟人家换班啦，或者是你想要把你的call on call shift 换掉，或者是直接给人的话呢，你可以讲说Hi, I would like to give away， 然后 slash swap 或是 slash trade。My shift 或是 my uncle shift on 然后什么 day 就是那个时间日期，然后最后可以写 thanks for considering， 就是谢谢参考，然后写你的名字。那 email 的 title 你可以写 shift 或是 slash call available， 那你也可以写说 I'm looking for coverage on你的时间、你的日期。这边呢，你可以补充一个预约年假的句子，就是写说 I would like to take January 7th to January 6th off as my yearly vacation。 然后有学妹问说交班对话，那这个我之前有两支影片有跟你们分享过，然后我会把那个影片的连结放在资讯栏，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好，然后有问说理财啦，理财的话我主要就是定存为主，但是我有一些小闲钱的话，我会买股票、
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做特别大风险的投资。我觉得我最大的投资呢，应该就是这一栋房子，这就是我的投资。然后理财的话，除了定存，就是我有分一个是不能动的钱，然后另外一个是要付我的账单的钱，所以这些是可以动的花费开销这样子。那这一边不能动的呢，就是打死都不能动。然后再来就是医院有那种退休金的一个账户，所以我也有放一些钱在那个退休金账户那边，那个也是不会动到的。好，近期的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之前农历年的时候啊，我有跟我同事就是一起聚餐，在他家就吃火锅，然后还有邀请一些其他的外国同事就一起，然后他们都没有吃过火锅，然后也不知道农历年是在干嘛的，所以他们也其实还蛮开心的。然后我们有发红包，然后红包里面我去买刮刮乐，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张刮刮乐，然后放农历年的那个邮票嘛，虎年的邮票，然后还有一块钱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还有就是跟单位的同事去打保龄球，然后一样就是冬天我就是一直有去在滑雪板 snowboarding， 我真的很enjoy snowboarding， 就是虽然会摔会跌，但是我就觉得我在 snowboarding 的时候，我可以很就是专心的专注在 snowboarding 上面，我就是没不用去想别的事情，然后暂时的可以忘掉一些很烦的事情，我就是很专注在滑那个，因为你就是要很专注嘛，因为你怕摔，所以你就会想说，哎，要等一下要怎么转，然后要偷stop 还是 hill stop 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真的很开心在 snowboarding 上面。然后还有就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好朋友，如果你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话呢，他因为搬到 Boston， 所以他最近又常常回来就是 visiting 就是看我们，所以我就有花了很多时间跟他相处，我就觉得很开心。好，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啦，别忘了分享、订阅跟按赞哦。好，我们下支影片见，拜。